欢迎大家客哦，同心坐到咱的五分火车。啊，过去咱五分火车要再感谢，托感谢。今天服务正月，专工再拎出来这个彩电机构了哈、哦。啊，咱这边都是惊喜了哈。哎，但是我们这边，都是小龙卖的哈、哦，新鲜的水果蔬菜。所以这样的火车来个这个产生，会当了解到咱这个乡镇，是咱的正经面，就是咱这个鼻头用好吃的。左水你的故乡，你唱的故乡。那在我们的左手边是我们的二林。那我们二林，哎呦，刚刚看得到的啊，火龙果、百香果啊，都是这边的啊最主要的龙特产。还有日本人最爱的荞麦，本土的荞麦它可以增加面的 Q 度、低淀粉的啊，也当好像精神够味。所以咱台湾日本人养生荞麦的够用啊。那我们左手边看到这棵树木很特别，它叫做无患子啊，就是咱看见，跟它长起来一点点的，马尾子啊，为叫马尾子，也跟这十年的高哈。好，那小镇啊，就是我们属于二里咯。好，那我们即将要来过桥进入西湖镇，哇，这个 K 哦，跟那个 K 头差几几年嘞？哎，那 K 头共分多金。所以我们这个溪哦，马哈有一股浓浓的啊，这个混多金，让我们非常的有震撼力。你感受得到回去就不用看偶皮油哥了哈、哦，哎，就用它耶，哎，所以今晚的传人带给我啊，啊，来贵宾来麻烦咱坐好坐好，请个别人领。哎，要带恁来经过到咱的罗水溪桥，那溪中很多可爱的水鸭、水鸟，那、啊、今天自然的生态。